大家好，我是柳杰克。最近呢，这一个月啊，泰国爆发了这个大规模的针对这个军政府的抗争事件啊，那也引起了全世界非常多的关注。那今天呢，我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一位泰国在地的泰国华人嘛，然后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次泰国的这个情形啊。那他叫泰华，是一位非常知名的部落客，他经营了一个脸书的粉专。叫做泰华眼里的泰国，主要讲一些泰国旅游啊、好吃好玩的事情啊，也会讲一些泰国的社会文化。最近在他粉专也特别关注泰国的这个时事的情况啊。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邀请到泰华来跟我们连线访问。泰华你好，Hello，大家好，我是泰啊，华。泰华你是泰国的华人嘛，对不对？对对那你对，的名字就叫泰华哦。对，我泰文的名字也直接写泰华，哦，所以你爸爸妈妈帮你取所以名字这件林事，泰华姓林的林泰华。林泰华，那你爸爸妈妈帮你取名字也是蛮简单的哦，就是泰国华人就叫泰华，对，对不对？对对，就泰国华人。好，那泰华你好，我想先请教你一下哦，你大概跟我们网友介绍一下哦，就是这一次泰国民众为什么要这个抗议，然后这么激烈的这个抗议，主要的这个抗议的背景是怎么样？那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开始的？这次的抗议是学生引起的，是大部分发大起的，学生对发起的。一开始，那为什么？其实我们要回去看之前的政变。政变之前呢，我们有黄衫军、红衫军打来打去嘛，然后就有政变出来了，军政府就出来了。应该是我从那时候开始。泰华，不好意思，我打个岔，我们跟网友先介绍一下黄衫军跟红衫军的大概的政治背景好了。一般来讲，黄衫军就我理解，黄衫军是支持皇室的这一派，对不对？黄衫对军是对，黄色这一派，那红衫军是支持红衫军的背前景是任什么？的一位塔克辛嘛，前对不任，对？对对对对，就是他。那还有什么？那所以现在红衫军还是塔克辛的背景去发动的一些事情吗？还是有其他的势力在？是其他的，但是有连接在一起，在野就的是，势力啦，是不是？对对，但是，以学生的角度，他们可能没有去在意。以前的塔克辛他做了什么？他只是在意说泰国一直都没有真正的民主。那时候我们政变，我们泰国改变成民主88年了。你知道我们有几次政变吗？88年了，八十八年了。从那个时候还是普美蓬当国王的时候之前嘛，对不对？还是前一之任，前普美蓬的他前一是任，第七任国王。那个时候已经那时候是民变，主了，那时候开始变，然后到第八他没有正式上任，他先死掉，第然八后就任，到，然后对，再然后到到第普九，美蓬，对，第九，第九任是普美蓬，对不对？对对，他当了70年嘛，对的，差不多，就是普美蓬的前2任开始就已经设定了泰国的这个民主政体，对不对？对对。名义上已经开始实行民主了，然后到今天已经88年了，我们是说半个民族，半个民主。那这一次为什么大家这样抗议？是因为你们还是不算民主，对不对？对，就是我们泰国人就讲说半颗，如果一颗球，民主是一颗球，我们就是半颗。怎么说是半颗？大概你们，我虽然在泰国待过2年，但是我不太明白你们所谓的这个民主的这个政体到底是怎么去执行的？因为我讲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啊，塔克辛跟包括他的妹妹银拉这2任总理，其实一般来讲，就我粗浅的认识啊，在泰国民众的心中还蛮受支持的吧。银对塔克辛嘛，对，对，那怎么莫名其妙的他就会被推翻呢？怎么对，会做成这样的事情？对，这讲来就很长，就讲到我们88年是半颗民族，半颗民族就是我们有13次政变，对，13次有88年。是，平均就是2年1次，2年半1次，然后我们有43年是军政府，对，所以你看得出来吗？为什么是一半？所以。意思就是，其实你们虽然号称实行民主80几年，对，但是其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军政府还是掌控的这个政府，对不对？
政治权力，就差不多一半一半嘛。对了，88年、43年就是一半一半。但是虽然一半一半，但是这八十几年的时间就代表军队一直掌握的权力了，一直影响的政治权力，对不对？就在背后，其实这样子理解，在背后嘛。因为在政体上来讲，比如说我们远的先不讲，我们讲塔克辛跟银拉这两次好了。嗯，他是怎么被推翻的？为什么是军队出来说推翻就可以推翻吗？其实这件事情是很久之前我没有知道很深，但是就是有人出来说他要废除国王、皇室，他要废除皇室，他要变成总统。嗯，这样子的声音其实在泰国也蛮久了哈，废除皇室的这个声音，就是从他开始，从他开始是不是，大概从塔克辛才开始。对，大概17、18年了吧左右。嗯，就那时候开始。黄山军就出来说我要保护国王 OK 然后就把他推翻了，然后后来就是一直这样，如果你投票塔克辛肯定会赢，对，他一直都是赢，到现在他们还是赢，对，但是黄山军就不肯嘛，但是就是可以 他就一直出来，就是可以推翻军队，就是可以推翻，对不对？对，就政变啊。好我记得塔克辛被政变的时候他是在国外，他没有在泰国。 对我知道他那个时候在国外就被政变了。想跟泰华请教一下，那个目前泰国的所谓的这个黄山军啊，也就是所谓保皇的这一块，他是不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他等于是军政府跟皇室他们是一起的？可以这么说，军政府跟皇室，然后另外所谓的红山军，那就是所谓的比较民主的这一派，想要进步的，想要改革的一些在野的势力，包括塔克辛啊什么其他这些，全部统合在一起。其实也可以这么讲，红三军就是比较穷的人，比较穷的人，在东北那边的人，因为塔克辛进来的时候呢，他做什么？像台湾的健保，泰国的健保就是一次看病30块钱，对，就是做了这个健保给大家，然后还要帮忙很多人民，但是就因为他做的有点就是现眼，就开始有人出来说，你说怎样？就是他做的太多了，你是说他太抢风头了，是不是？对。OK。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个，然后他就被推翻了。哦。但这个其实我要先跟你们讲，因为他就是开这个整个事件的开头。塔克辛这整个事件的开头。对。嗯。对，到了后面他们都被推翻了嘛，被政变了。对。政变了之后呢，军政府就待了5年。对。那5年我们没有投票。我们不能 出来有什么活动，就是被抓，一定会被抓。对。然后这5年没有投票，那前面那些小朋友，他满18岁，他们要投票嘛？对。但他看到18岁，他没办法投票。嗯。为什么？他们就开始有疑问。嗯。下一任一直上来。嗯。其实，在政变之前2年，所以我们算起来是7年，我们没有投票。7年都没有投票了，对不对？好，我请问一下，你们泰国是规定18岁就可以投票，是不是？18岁，对，哦，那还算蛮年轻的啊。好，那所以这一次抗议的主要都是这些年轻人嘛，对不对？因为他们对一开始他可以投票了。好，那这一次抗议其实有没有什么比较明确的领导人，就是有名的领导人去领导组织这些抗议的行动，有没有？其实我有点想先讲整个为什么抗议这件事情。好，那我再到后面，就是它有点长了。好，我就先讲。你说我会、就是、我会剪。可以，就是它当我们可以投票的时候呢，就开始有问题了，就是以前都没办法讲，然后他们就看到说为什么泰国的经济一直往下，就一直不好，然后他们的爸妈为什么家庭里面的经济越来越不好。又开始有疑问，到他们可以投票的时候呢，就有新一个党派上来，以前是黄跟红嘛，对，最大的就是黄跟红，对，就是不是选黄就是选红，是，但是后来不是了，后来投票之后呢，黄色已经输了，彻底的输了，从第二名变成了第四名，对，就是上一次，去年的啊、哦，去年的投票，他彻底输了，对，他输了，因为。是他去叫军人出来的，嗯所以现在经济不好有问题，都是很多人就说是他们，因为他们，所以我们变成这样，所以他就输掉了。那时候就有新一个出来了，橘色的，
不知道你知道吗？前进未来党，OK，一个橘色的政党，前进未来党，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势力？它代表是新力量，它不想要新的力用量，以前的规模，好，它不用旧的立法委员，它不用有名的人，它就直接全部找新的。它其实它是一个新的党，但对，是在上一次的投票，它变成了第三名，第一名是塔克辛的以前的党派，哦，讲塔克错辛了。的，第一名是塔克辛的，他的立法委员最多，可对，是投的票是政府的最多，投的票是政府的最多，就是好，了我解，们有分开嘛，我知就是道。分我们选立法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选总共的票票选，我知然道，后我第知道，三我知个就道。是他们，我大概帮你整理一下，就是说上一次就去年的一个选举，代表塔克辛政势力的那个政党，他得到的席次最多，对不对？那但是总票数等于是军政府那边势力的总票数最多，是不是？那第三名的就是你说的这个橘色的势力，代表进步想要改变的这个政党，那他得到的席次是第三名嘛，对不对？对，那他的势力跟塔克辛的势力现在是结合在一起的吧？应该都是反军政府的嘛，按照这个脉络，对就吗？后好，来了解。年轻人选他，然后先讲他们上来之后呢，他们党派变成第三名，所以对。他就被军政府看到了，说。这已哦，经未来是一定是问题，所以第一个他就把他的领袖那个党派的领袖处理掉，这个方式就是说处理掉是怎样处理掉？就取消他的资格，OK，取消他的资格。好，用什么罪名？就是新的法律规定说立法委员不能有媒体的股份，OK，所好，以了解了解。在申请之前呢，他就把那个股票卖给他妈妈，这个是可以的，就卖给他妈妈。但是那天他在东北，但是他要回来曼谷，他是回来曼谷卖出去，就是签合约的。对。然后他就用这个方式说：“哎，你那时候有股份，你不能当立法委员，你是没资格的。好了，我懂，反正就是硬要找你的罪名，总是找得”到啦，对不对？好对，，OK，然后找到之后呢，他就被处理取了，消他就资没有格，进对，去。取消资格了，可是，是有拿股份的人不只是他，是啊，对啊，全部有拿股份的人是总共有65个人，只有他跟前几天的另外一个，就是也是他们党的两个被取消，对啊。然后政府那边是很明显的说，有一个她老公就是媒体的老板，他有媒体公司，那这个对，为什么没问题？那像比如说这个。前进未来党的领袖，他有这个股份，但他已经卖掉了啊。他还有说，一开始大家说，哎，你在东北嘛，早上为什么你可以赶回来曼谷这边签合约？不可能，这时间不可能。是，结果他就去拿他被那个测速照相的罚单，3张还是4张吧，从那边开到曼谷，时间什么都用科学来算，都是就是刚好的，那个时间是对的。对，可是那个法官就说我不相信，刻意就一定要让他罪名成立，让他取消他的资格，就不管什么证据什么那些东西的，对不对？那所以对，他就被然取后消资格了啊。取消资格好了，因为党派跟他借钱，有规定说不能收，就是不能有谁给你什么利益，给党派的利益超过1000万，就捐给党派1000万以上，一年以上，你们的啊，政治一现年一金，千万，所谓的对。政治现金有金额的限制，对不对？泰国对，就是一年1000万。一个单位一年捐1000万，对，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不能收黑钱，有两个不那当同然的嘛，当然，法对，律。对，然后他就借钱了嘛，借了1.9亿，你是说那个橘那色个的那党个派政党的那个领袖？就借了他的领袖，他是领袖嘛，但是他没有对。给嘛，他是用借的，借然的，我后知要道，我知还。道，是，了对，解，可是法官就说，这就是属于。别人黑给你钱，超过一千这是属于万黑的利钱益，的啊，好，对，然后就把它好，OK，又一样，但是转回去看政府办那个活动，一桌300万，我知每一道，桌都是有政府的单位买单的，有牌子写在上面，这些年轻人就看起来说，可是那个事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啊。泰华，在我们台湾的政坛，这个现象，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做双重标准。
啊，对对，对，就双是那重个。标准。台湾其实已经习惯，但是泰国现在因为双重标准太严重，所以那边对，的年轻人就是不爽，对不对？就是觉得对，就觉愤得愤这不个不平，OK 嗯，嘛。不他们选了 OK，600万票，嗯，就是一下子就被弄就掉被了。取消哦。所以这个主要抗议的背景是因为这样子，对不对，对？所这以就还有是因其为他这的，样，所以这些年轻人就开始组织抗议起来了。他们觉得，哎，他们选进去的人为什嗯么都被处理掉了？嗯，了解那了解我了想解，讲嗯，的话，我没办法进去里面讲，那我就在外面讲。我懂了。那所以这一次其实对，如果说比较有组织的领导，那大概就是橘色的这个政党或这个势力背后可以去支援这次活动了，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对不但对？是他们没有在背后支援，他其实没有关系的。他们没有关系的，是不是？对，学生就是因为他们选了这个党派，因为他不想要再有红色、再有黄色什么东西在吵架了。我懂了，我懂你意思了，大华，我想再请问你啊，那这一次的抗议活动虽然是由这个，也就是说这些学生他们所支持的，因为这个橘色的政党被解散，然后造成这些年轻人他们不满，然后所引起的这个抗议活动，那但是对，这一次抗议活动一发起了以后，那感觉声势其实是蛮浩大的哦。那我想就是请问一下，在泰国当地啊，民间对于这个抗议活动的反应是怎么样？就是说，大概有多少比例的民众是支持的、同情这些人的？那有多少比例的人是反对的？你大概可以了解一下吗？我这样解释好了。嗯，如果你去网络上看每一个 po 关于这些事情的90%以上都是支持的，我这样讲，网但是络我上没嘛，办法，嗯，我知道，网络上没很有办多法明替星都大家表讲，态哦，我知道很多明星都表态。对，网络所上以是我百觉分得之很九多，十，可是下去最多数字有报出来是都说是10万人，在曼谷里面抗议活动我最知多道是10万人，10万人其实，算以不曼多谷了。不多啦，以其他什么以香港跟我们台湾抗议的一些号称的人，我们台湾动不动号称百万人上街，香港之前的那因个为反送中也是动不动都百万对也人，很多，对。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就是像香港或者是台湾那么了解民主，有些人都现在觉得就是自己觉得说这个不对，但是他们我不知讲，道，嗯，因为一直以来我们被教育的就是你不准说话，你就是不要有意见，对，你就是沉默就好，所以是，很多人还没有出来。是，但是现在慢慢又开始出来了。嗯，借着这个再请问一下泰华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讲一直以来泰国人在泰国社会都不太敢讲话，那我知道一般泰国是不准评论皇室的。对不对？不准私下也好，公开更不行了。反正连私下评论皇室，我跟我泰国的朋友私下聊聊皇室，他都东张西望的感觉，好像很害怕，因为好像就是私不能下，讲，对，私下讲皇室是有罪的，对不对？对，就是你讲就有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法条是112。好，我知道，所以如果你，我也不想太为难你这一次哦。那所以你方便讲的你就讲，你不方便讲的也好，没有关系，就不要讲。我想那但是大部分可以我讲了。那我想，因为泰以国的前国王，我对对以前我那个时候我在10年前还在泰国的时候，当时的国王是普美蓬。那我知道普美蓬其实在等于是不管黄三军红三军所有泰国人的心中，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国王。那他自己本身的人格特质也是很好的，那但是我知道当时其实，在泰国人的就我讲了，你不方便讲就我讲，在泰国人可以，他们就有这个声音，就是说，普美蓬可能就是最后一任国王了，就之后就不要再有皇室了，因为哇！新任的这个国王他的表现非常的荒腔走板，当时他包括他有跟一些什么，他当时好像跟一个。你不要回答我这个，我自己讲了。他当时好像跟一个脱衣舞娘还是怎么样在一起，然后还有一些影片流传出来，对不对？所以泰国人就会觉得这个新的这个王储啊，就是真的很丢脸。他就瓦吉拉隆功啦，新的这个国王瓦吉拉隆功。那这一次是不是抗议？除了抗议这个政体，也对这个泰国的皇室
有一些抗议的声音，就觉得我们是不是不能够再就是像以前一样这么压抑，就不能够谈论皇室，皇室也是一个可以谈论的事情。有没有这样这的是声他音？们有这样的声音有。吗？现在他们三个要求就是：第一个，总理要离职；第一总理个，要离现在职，的法对。律；第二个就是要写新的法那个法律宪宪法，法，要重新改。怎么样就改？是改哪些？讲到上次的投票，上次投票是我们选500个立对，法委员进去选总统，不是选是，总统，我这样讲不行，总理，总理，选总理，对，对吧？选总理，但是里面有一个法条说。总理就是之前的军政府可以选250个参议员进来 选总理，是，是。啊，所以总我共懂是你意思，我懂你意思，就是500席，比如说500席，军政府他九已百经席掌握了250席是他的了，然后剩下250席再给大家选，对不对？啊，不是，是大家选500，可啊是军政府有等了250，所以全部是750。啊，我啊意思是这样，就是全部750，军政府已经拿了250了，剩下500大家再选，这样那不公平嘛，大家不爽，这样我懂你意思了。对，所以就要改这个。第一个就先改这个，那还有要改什么？你说就其他琐他有碎的三东个诉西。求嘛？一个诉对，求是宪法，第一个是总理离职立刻，总理离职，第二个就是改宪法。现在军政府的总理离职，第二个是改宪对，法，那还有什么？第三个就是改革皇室。哦，改革皇室，那你对。方便谈具体的内容？他们希望怎么样改革皇室吗？他有10题，我不太记得内容了，但是有，比如说有一个好了，我举个例子，等一下我再传那个链接给你。好他有人好好，写了10个，第一个就是他们想要知道说我们税金给皇室的钱，皇哦室拿去，OK，OK，做什么？对啊，因为现在没有分得很清楚嘛。我知道，像那个瓦吉阿龙宫，他跑去度假，然后干嘛，然后花了很多钱，养了一堆小老婆，对不对？这我讲的啦，不是你讲的。那还有，听说那个泰国皇室是全球最有钱的皇室，这个之前好像就有报道过的，对，然 我后不知道，没关系，你不方便讲，没关系，我对，讲的，我没有，我说真的，我们不知道，因为你我们不们知看不道到，哦，你们看不到是不是所以他们就是想要改革，然后想看到怎么样，？OK，了解，就是皇室的财政要透明了，那有没有就是那有没有对于皇室就是可受公平，就是以后可以再公开的谈论，皇室变成是可以公开谈论，有这样要求吗？就第三题就是要求这个，另外一也个有就这是样要求，对不对？一二的法条就是，如果你辩论皇室的事情，你做皇室的事情，你就会可能会被关对，15年吧。这么重哦，15年哦，对，然后他就是，比如那你说我小跟你心一在点，聊，我讲好了，你不没有我们要 现在这个法条已经没有在用了，他用别的了。没有，就是这个法条就是，如果我跟你在讲话。你讲到皇室，我觉得我对你不爽，我去报警，你就被抓了，对啊，我知道，就是可以告那个叫，就是这么简单，对，我知道，连，那就关那么长。可是这个法已经没有在用了，因为就是政府说，因为国王仁就慈，是心态很好，人很好，所以他不用这个，然后政府就用其他的去抓。大概是什么样的罪？如果现在评论皇室的话。会有怎么样的现罪？在像比如说示威的。那个带领的人就可能被116，就是你把假新闻放在网络上，对，这个也被抓。还有你去示威嘛，妨碍路嘛，然后还有什么清洁，就是你把你是路说弄脏，我不知道。现在去示威会被一些罪名来抓，是不是？对，然后还有最近是有新的一个，就是那时候不是有那个黄色的车吗？对，进入到那个市委里面是，那边，我听说，对，那个事件有2个人被告了，那个中文要怎么说？就是对皇后有什么不敬，不尊不敬，敬，就是要对皇后做什么，要伤害她还是什么？这个中文不知道是怎么讲。我也不知道，对，就是你看你有想要对皇后做什么坏事？攻击未遂还是怎样？啊，对。然后这个罪是最多是关一辈子。现在有2个人被抓了，其中一个是大学生，要不关一辈子啊？
还不知道，但是最多是一辈子。哇哇哇哇哇然后，可是影片里面看得到是什么，你知道吗？哇！啊，那个大学生讲说，大家让车子过，不要对，妨碍车子，但我是他就懂，被抓进去，还蛮危险。但是其实我也想讲这个，就是我忘记是哪一天，就是之前有一个示威是有哈利波特的，演哈利波特的，就是穿哈利波特的衣服来示威。那时候有一个人就上台讲这10个对于皇室的一些诉求，从那天开始已经没有限制了。现在大家觉得说都出来讲了，所以现在其实已经没有限制了，对不对？都可以讲皇室什么，尤其在现有场，限制，但是大家比较比较敢。敢出其来实讲。事情是这样，因为人多了嘛，抗议的人多，大家都对，一起来讲，那胆子也大了，那抓那个政对。府要抓也不好抓，这么多人你要之抓前谁？政府就说有30万个，就是 Facebook 跟 Twitter，就是有讲到皇室，对他啊，要去那你要抓怎那么三十抓？万人，对啊，你怎么抓？他就说他要抓那30万。那现在问一下比较关于这个抗议的活动比较具体的事情啊。那现在这个抗议的活动，他们组织的情况，此时此刻是怎么样的情况？因为最近的新闻也比较少了。那我不知道在泰国当地现在这个抗议的情况怎么样？那他们有没有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就是说我这一次抗议，我至少希望能够达成怎么样的诉求？你说每一次的出来的活动吗？还是就是整个？整个活动，因为现在你刚刚说嘛，他有3个诉求嘛，对不对？对，那现在抗议，那显然政府他们没有要回应你们，对不对？没有，是不是？对，没有，完全没有。那在，对，我知道，那在抗议的人的那个你们组织的人的那个计划里面，那他要怎么回应这个事情？这怎么办？然后就难道就这样就散了？应该不会算，就一直下去，这样下去，计划就是一到直他停下去，不止。达目的不罢休，是不是？对，哦，就真至的，少这对，至少总理不离职，他就不会停，他们就不会停，这是就他们至讲少要的。达到总理离职。第一个，因为总理离职了，第二个就可以了，宪法就可以改了。因为现在是吗？总理我们要改宪法，要经过参议员，对，那参议员的这是谁的人？就是总理的人。总理的人。那问题，总所理以离这，职，他换了一个新的总理，他还是控制那些参议员呢？可是就是要立法委员选出来的总理呀、啊。所哦，以这如是一果个可新，以把总理离职了之后呢，就可以改宪法，把参议员的权力拿掉，他不让他们不能选总统，不是总理，好，没有关让系。他不能选总理。好，只但要不是，能选总理就改了之后呢，如果是人民选来的总理，他就很有可能会改第三题，就是改革皇室。皇室我知道，但是泰华容我讲一句比较泼冷水的话啊、哦，我这样听起来，不好意思，我想说，我这样听起来，其实你们这个至少第二个目标是蛮难达到的，因为你想想看嘛，你们的那个立法那个叫什么参议员嘛，参议员在国会里面的参议员，他要选出新的总理，然后他要修宪，然后去废掉他自己的权力，对不对？对，那这个是一个问题。这个是非常难的一没有，件事情。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式。以前橘色的党派就讲了，就是750嘛，我们要有300多少，一半嘛。对，375。376人，376个人，我们就赢了。对，所以，可是参议员只有250个人嘛。对。如果其他的党派借用这个机会来，就是因为有两个大党，大个党派一开始说我不支持军政府不支持这个总理，但是选好了之后呢，他看票了之后呢，他就去跟政府那边了，我知道因为他们了，想要当政府，墙所头以草，墙头草，如果可以把他拉回来，375，那250个参议员就没有用了，哦，我懂你意思啊，就就是是说，至少有一个小小的希望，就是也不容易啦，你要那些人他加对。入你们，然后去改宪法，废掉自己的权利，这个其实蛮难的啦，但是总是对，有一些方式去达成你们的目的啦，那个。加油啦，就好不是要好？慢慢想，但是你讲的我很了解，就是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希望真的很小，一滴滴的对希对望，对，但是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希望戳开，变成大的。我觉得事情是这样了，事在人为了，至少你们可以把泰国人民不满的这个声音让全世界能够看到。那对。也许以后不管怎么样，之后政府或军政府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至少稍微去顾一些国际舆论的那个颜面了，不敢做得太夸张。对，也要顾及一对下你们对，泰国人的那个观感，因为他知道现在人民真的是蛮不开心这个事情的。其实我个人在对，泰国待了2年，我也是觉得，为什么都不能讲皇室，稍微谈一下聊天都不行，这样不行不行，有点太夸张了啦。好了，那回来，今天非常谢谢那个泰华，然后来跟我们连线访问哦。那也相信大家能够借着这个节目，更了解泰国这一次抗议事件的这个背景啊与脉络啊。如果大家对泰国以后想要了解一些泰国事情，也欢迎大家关注泰华的这个粉丝，脸书粉丝专页，那叫做泰华眼里的泰国，然后介绍泰国旅游好吃好玩的。非常谢谢泰华这一次来跟我们连线，那谢谢你，口供好，谢咖，谢，好，我们下次口再供咖，见，口供咖，好，拜拜。拜拜。好，也很好，很棒，很棒，OK 很吧，棒，很棒。OK，OK，谢谢泰华，希望谢有谢。帮助，不会，不会，不会。会有的啦，我今天晚上赶快剪一剪，然后反正我就把好，它上上去。那不管有没有帮助，我相信对那个资讯上面呢、啊，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哎，有一些帮助的啦。